但不是蠢材。你们之间我只要一个。老子创办强林武馆，要钱有钱是要枪有枪，我一高兴能封你个官当当，想不想啊？打，打呀！王馆长对李馆长，孙馆长对钱馆长。您跟司令提起过的那个人到底是来还是不来？应该来了吧，别急。等等，金山，你说的就是他，一个瘸子。哼，没错。你这不是跟我儿戏吗？赶走，臭死了。过目不忘，人才。哎，瘸子，等会儿。啊，武功不错。别动！把枪都放下，我喜欢你，以后跟老子混，我保管你有肉吃。你想逼出所有的技术没问题啊，老子撑你啊。师爷，这名单上都是些不听话的人，我派你去把他们所有的技术都打出来啊。怎么样？有本领，老子喜欢，就是他。想练武吗？住手！不知我们几时结下过梁子？没有。那你是存心闹事？是。站住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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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站住
现在起，这家武馆成为祥林馆的一部分。摘下来，挂上去。他们在叫你呢。都起来。谢师傅。尽情地发挥你压抑太久的潜力，让所有人看到你的与众不同。师父，请喝茶。师父，请喝茶。为什么不听我的？你们是不是以为我是一个瘸子，是垃圾，是废物？我告诉你们，从今天起，我说什么同样的话，不要让我说第二遍。滚！全部滚远！滚！滚啊！滚啊！都给我滚！